我们已经完不灵了，队长，会不会下手太重了？这只是一群被洗脑的普通人，我没伤到他们。<笑>洗脑？你们真的这么认为吗？带他走。老实点。 祭司大人，您没事吧？还好主上大人赐予了我这株黑莲，不然这几个外来者还真应要得逞呢。那这几个家伙怎么办？是不是该把他们给处理掉？不，还是先搞清楚到底是谁派来的吧。把他们带过来。来吧，把一切都告诉我。你们是从哪里来的？目的又是什么？ 我们是来自……怎么样，还没有消息吗？连上了。喂，是C小队吗？你们那情况到底怎么样了？为什么失联了好几分钟？报告于教官，我们已经成功抓获目标。刚才没有通讯，是因为敌人中也有修行者。我们忙于和对方交手，不过现在已经结束了。很好，既然如此，按预定的方案带着目标撤回来。 一切顺利，这里的修行者实力普遍差了我们国内好几个档次，根本不堪一击。我就说，这小小的东南亚怎么可能卧虎藏龙？你们几个就是黑莲教的骨干成员吧？现在应该知道我们是谁了吧？你们是来自华国官方的修行者，我们井水不犯河水，为何要针对我们？废话少说，把你知道的全部交代出来。 尤其是我听说你们有一个主上，不是吗？他现在在哪儿？所以，华国四来的人全都在这里了吗？哼！当然，我们特战队来对付你们这种货色，已经是杀鸡用牛刀了。既然如此，我就放心了。诸位。 为了以防万一，你先动手吧。你们在耍什么花招？那什么东西？还愣着干什么？所有人和我一起制服他们！什么？这是？放轻松，头晕是很正常的，你不用担心会危害万一，在我们的大计划下。 没有人会受到伤害。我的记忆，你们在修改我的记忆，这是什么妖法？你现在没救，他没事。我保证你会发现在我们的引领下，我们人类才会有未来。李小凡，得警告他们，他们还没……不，我必须。真是顽强的意志啊！明明可以少吃点骨头的。那么，诸位，按照我们的计划来吧，不能让他们打扰到主上大人的伟大计划。报告三位长官，抓捕行动一切顺利，我们已经拿下了黑莲教的骨干信徒。我感觉有些不对劲。 成功抓捕了黑莲教的诸多骨干成员。如果黑莲教的骨干都被抓了，那黑教还是会照常举行成道大典。那个主上难道是个傻子？羽上校不可能没考虑到这点，或许他已经有了什么安排。我有些不安，这样吧，这里的指挥交给二位了，我亲自去一趟。 终于来了，怎么样，东西带来了吗？当然到手了，看，黑莲教的秘密就是这个。这就是宋天豪要的东西？它真的能把人洗脑？不是，这玩意的作用更像是给人植入一段虚假的记忆。从效果来看，和洗脑也差不多了。你说，
我们要是有了这个，能不能靠这株黑莲摆脱宋天豪那个混账的操控？你在想什么？别忘了，我能成功混入黑莲教，靠的就是宋天豪的手段，他自己肯定也提防这一手。别异想天开了，这黑莲是有极限的，不然黑莲教早就统治世界了。说的也是。果然是卡普集团的家伙，以前这种超级士兵还算麻烦，现在哼。别废话了，立刻动手，好不容易抓住这帮人的尾巴，绝不能把他们放跑了。放心吧，一只苍蝇都飞不出去。好，一切顺利。早知道先安排几个黑客过来，既然已经暴露了，所有人立刻突入逮捕目标，抓住入侵者。大人，有入侵者，好像是皇国的人。见鬼，那就赶紧击退他们啊！我们难道是白养了你们吧？找到你们了，一个卡普集团的余孽，还有一个 W 社的高管。快用那个！不用你废话，我当然知道。别想耍花招，给我放！你是起效了，千钧一发，千钧一发呀！还好我技高一筹。阴魂不散的法果，没想到这么快就查了过来，而且没想到还派了个美人过来，真是羊入虎口啊！